快要到头了，大家都是慢慢在走。Hola, buenos días. 我们现在 TK 哈湖上面的Floating Island 这边的所谓的小岛都是用芦苇编织而成的，看我脚下，然后踩上去是软软的，天气超级好。而且它这边的小岛不仅仅是给我们玩的还是怎么样，他们是真的有人生活在这里，然后有组成社区，甚至每一个小岛都会有一个所谓的村长或是主席的样子。然后他们小朋友会在这里念小学，长大了之后会去城市里面再念大学、中学或者是大学之类的。这些都是芦苇，里面也是长得很高的芦苇，湖面超蓝的，映衬着蓝色的天空。这边海拔3800米，是世界上最高的可通行的湖泊。这是他们的小房子，电视、电灯，地上好软啊！我们现在要离开漂浮岛，去另外一个小岛啦。据说天气好像会有点变故，好所以我们要准备离开小岛。这是提提卡卡湖上的第三大岛，叫 Tapiti Island。等一下，我们要往上爬，大概30分钟，最大海拔近4000米。我觉得我的反应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，所以我决定我要爬上去。快要到头了，大家都是慢慢在走。都脱掉，只剩件衣服，可以感觉到他，这是当地的叔叔，他们都会戴着这样彩色的帽子，很特别。虽然我的长这个样子，实在是，就这样一直面对面看着我们，像是在嘲笑我们一样。20 minutes later。想说这个 Copacabana 那么近之后，就觉得脑子里面一直是 Copacabana。然后还介绍了一种植物，说是可以做成肥皂啊、闪布啊，香香的，出现了好多小羊。
伤的事情。然后在热闹的广场中，那边玻璃维亚因为 Christian 排了半天，结果发现我们并没有 exit 秘鲁的章，然后我们又回来了这边 Migration 敲了离开秘鲁的章，现在又要前往玻利维亚了，这条桥走三遍。你看那个乞丐养的那个是芒果，下面还接着一个袋子。